那个你看下来觉得黑的这边怎么样？挺厉害的，挺能拼的。黑的现在谁领先？黑的13。对对对。我操，我们这组都不好打。这两个都不好打，但是下次打我们肯定赢。打谁？打这两个最好一点。黑的是控制这个黑人。这人又来了，上次也是这样。妈的，就是这么糟啊！就骗裁判，动不动就摔地上。但是他又撞啊，他能骗到。想个办法防他，再打。我帮我把这塞包里面，还是我把旁边拉进去。抓住两个球。啊、嗯，他们一个人都没来啊。黄城江好像跑上面打球去了。他不看一下吗？那么其他人呢？法恒呢？可能也跑在那打球去了。操！他们知道花两块有那么回事，来球馆，来是不知道是来看还是来打。另外一个场地也是的吧？这边黑的好像很强嘛，妹妹，别挡我，别挡我。哎，你有哦？哎，我们下场是对谁啊？是对这一队的红还是黑的？我下一场是对这个红的，好像。这两队都没这两队强。先看了一会儿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这伙红的真的挺能拼的。扣了。Was that a dunk?
这一波有输了，还是看这一波吧。下场打的这一帮人，三号、三十四号挺壮的，其实。哎，你去问一下积分台，你问哪一个队是 God Habit， God Habit， God to your Habit， 反正第一个词是 God， G O T， 你就问积分台吧。你觉得你现在单打这些人都能单打吗？两边你多单打单打吧，目前还没有什么战术的时候可能那个，但你要看一下，我觉得你尽量就是往里面突，你后仰的话比赛当中不容易进后仰。对啊，你后仰，因为你后仰你自然是抢到篮板的，对，然后其他人都散开了，对，我全往里打，对对对，突的话下一场无论如何必须给他拿下，必须什么？必须给他干掉。啊、这两队真的不行，咱们可以先练习吧。没有，看一眼，再看一眼。你要是觉得行，但是不是所有人，我们四十分钟，这么多人都得上，我得看。到时候针对一下谁帮谁啊，怎么样？他们红颜色好像有一个三分投挺四号，三分投挺的挺有模有样的。把它录下来，拿回去他熬夜研究一下。裁判吹的挺松的，这边随便撞一下。没有，是他们对抗，就是美国对抗，就是这个强度。黑的投了那么烂，居然还领先啊！是啊，你看我们高中来了一个团来参观回访，是吗？